肇兴和议之后，艺术派使者送密信去俾秦桧：你日日都向我哋求和，但系岳飞唔死，我哋就唔放心噶啦，一定要谂办法将佢杀咗啊！秦桧接到密信，就对岳飞下咗毒手啦。秦桧先唆使佢嘅同党监察御史万其涉俾朝廷上奏章，攻击岳飞骄傲自满，捏造咗岳飞喺金兵进攻淮西嘅时候拥兵观望、放弃阵地等好多嘅罪名。万其涉开咗第一炮之后，又有一批秦桧同党接连上奏章对岳飞进行攻击。岳飞知道秦桧要陷害佢，就主动要求辞去咗枢密副使嘅职务啦。然而事情并冇到此结束。岳飞原本是大将张俊的部下，后来岳飞立了大功，受到张俊的妒忌。秦桧知道张俊对岳飞不满，就和张俊勾结起来，唆使岳家军的部将王圭、王俊诬告另一个部将张宪想发动兵变攻占襄阳，帮助岳飞夺回兵权，还诬告岳飞的儿子岳云曾经写信给张宪秘密策划这件事。岳飞、岳云两个人被逮捕到大理寺的时候，张宪已经被敲打得遍体鳞伤了。岳飞见到，心里面又难过又气愤。万其涉开始审问岳飞，他拎出王圭、王俊的诬告状放在岳飞面前，吆喝着话：朝廷并没亏待你们三个，为什么你们要谋反啊？岳飞说：我没对不住国家之处，你们掌管国法的人不可以无憾忠良。秦桧又派御史忠诚何珠去审问岳飞，岳飞一句嘢都唔讲，佢扯开上衣，露出脊梁让何珠睇，只系见到岳飞背上面刺住尽忠报国四个大字。何珠睇咗之后大为震动，唔敢再审，就将岳飞押翻监狱。之后佢又睇咗一啲卷案，觉得岳飞谋反嘅证据不足，只好向秦桧照实回报啦。秦桧认为何珠同情岳飞，不再被他审问，仍然叫万其涉罗织罪名。万其涉一口咬定岳飞曾经写信给张宪部署夺军谋反的计划，他们没有物证，就诬说原信已经被销毁了。这个案件一拖就是两个月，审讯毫无结果。朝廷官员都知道岳飞是冤枉的，有些官员上奏章帮岳飞申冤，结果就遭到秦桧的陷害。老将韩世忠气愤地亲自去找秦桧，责问他凭什么说岳飞谋反，证据是什么。秦桧吞吞吐吐地说：岳飞先写信给张宪，虽然是没有证据，但是这件事莫须有。韩世忠愤怒地说：莫须有三个字，怎可以叫天下人心服。1142年1月的一个夜晚，这位年仅39岁的抗金英雄被害牺牲，岳云、张宪亦都同时被害。岳飞被害之后，临安玉卒葵信偷偷地将他的遗骨埋葬起来，直到宋高宗死了之后，岳飞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。啲人将岳飞的遗骨改葬在西湖边的栖霞岭上，后来又在岳墓的东面修建了岳庙。岳飞死了之后20年，孝宗即位之后才以礼改葬，建庙岳州。37年后赐谥武穆。70年之后，宁宗追封他为岳王。